嗨哟，我们是立志老安台，我是布拉空的好朋友，台湾最潮修复师阿力。然后今天来到阿力最熟悉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我成长长大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台南市安南区的中洲寮，然后阿力是标标准准的中洲寮囡仔，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那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来看台江迎神祭，就是鹿耳门天后宫，然后我们讲的献金阿妈，然后他要巡台江十六寮。那台江迎神祭，他从2005年办第一次，然后2012年办第二次，到今年2021年办了第三次。那据说从今年开始，他只有每9年都会再办一次，所以今天不来看就要再等9年啦。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中洲寮保安宫，为什么要来这里？所以因为台江迎神祭今年第一天的住驾地点就在这里，因为是现在顶桃都还没进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四处绕绕。那在绕绕之前，阿力要提醒大家，一样按赞、订阅、分享不可少，帮我们冲一下点阅率吧。好，那我们就一起去看庙会 ，Let's go。OK， 那我们虽然说给阿美丽白，但是他的顶桃会陆陆续续的来那个表演，因为顶桃跟吉儿他们是走不一样的路线，顶桃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线会去表演，然后吉儿有吉儿走的路线，到晚上要离别休息的时候才会集结在一起进来。虽然说吉儿没离吧，但我们还是有很多顶桃可以看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先观赏一下，然后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去其他整领看一下别的地方，两个顶桃离别小那离别。OK，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瓦温纳河这一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台北调红宫的宋江镇正在这里表演超演。很多人都觉得内门宋江镇，其实我们曾文溪流域就是台江十六寮这边跟塞冈啊这附近，其实宋江的密集度应该是比内门还要多，因为几乎每间大庙都有。这些镇头很有趣，都是庙宇的成员自主性的，所以我们这里的文武镇其实是蛮兴盛的。有一些文武镇他们还是保持着暗冠、台冠、探冠、侠冠的一系列的流程，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全记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宋江镇打出来的罗手跟曾文溪流域、跟二人溪流域还有内门那边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来好好观赏一下。OK， 那我们现在来到外温的新护宫，然后来到这里刚好看到就是从西港那边过来的八份姑妈宫的宋江镇在这里怕宋江在表演。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八份姑妈宫他们的青卡金的宋江是怎么打的。然后因为我们这附近的宋江镇每一个庙都有自己的流派，然后你像因西港这边较分啊清楚，所以有分青卡金啊、黄卡金、红卡金、水拿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八份开基姑妈宫他们青卡金他们的宋江镇的派路所写呐。那我们看一下。
OK， 又到了最快乐的时间，看热闹也要吃点东西来打打牙祭啊！脆搭来讲刨冰，我们彰岭这边的刨冰真的是一绝啊，价格实惠，一碗30，然后你看加大碗，加大碗30块，真的好吃。然后因为从小吃到大，是我最喜欢的刨冰，那我们就先吃给大家看啊！有机会来到中洲了，记得来吃刨冰，真的经济又实惠。很晚，那等聊啊，两点，我们现在人在中洲寮拔安宫里面，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照片，这一张是2005年那一次中洲寮拔安宫去拔掉神农瓜，然后拔掉神农瓜之后，就是因为保生大帝就开心，所以他的胡子就自己翘起来，没有人去动他，真的自己翘起来，所以神威显赫。
Moments later. OK， 那一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叫进去工作的保安工，所以阿力今天一下午都跑完了。然后现在在东莞寮交通中，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那天没有看到的叫跟他主婆一起看一下。OK， 我们现在跨点就是妈祖婆婆的出发了，然后整理的人就是要准备认给他，每一桩都非常虔诚啊，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第一天晚上没有办法就是看到妈祖婆的隔镜九九关公。那没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师傅活动，也是可以看得出安南窟跟台江这边的村庄的信徒对斗笠蒙妈、黑云阿妈的虔诚。我终于追到了，追到了特班。这一只牙缸就是跟彩缸牛那一只牙缸是同一个百足真人。上面的小朋友呢，不是说你想要坐就让坐，他们这边的习俗这是世袭制的，所以非常特殊。
我跟你讲，一定是我长得太帅太幸运了，看到一个妹妹送了我一个红包，爽翻了爽翻了，希望老安还可以蒸蒸日上啦。 OK， 那现在我人已经半夜12点了，然后又跑来入我们天后宫。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山顶教室，就是神风瓜左先锋跟右先锋。那神风瓜已经入来了，有先在这等，因为我们等到主帅就回来了，才能交际，才能算这场的任务完成圆满。所以这个有香科真的是很辛苦啊。好，那最后的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按赞跟分享，然后要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励志老男孩 ，See you。